坐七间车到二水，然后转车到水里，搭云林客运到信义，登山到平濑一线天，一大早赶到车站，只为了搭上7:14那班的七间车。14个人搭七间车到二水，照相的啊，一起啊。水转车到水里，出车站到水里云林客运站，搭乘往东浦或信义的班车到信义，我们把背包行李寄放在信义派出所，
庄徒步到琉璃光之桥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啊，那就安尼，你很干净。陈总，有没有听到？妈，你进洞就好啊，无你妈一进来啊，那个。哎呀，做欢喜吼。妈，你不在。哦，这现在到家了啊。做欢喜啊。
拢计机票来遮上班啦。变多啦。我一直以为你人较好个，安尼啊。阿姨，原来是台湾人伊啊。对啊。没有。